好大隻熊本熊啊！而家一田喺将军澳开咗新店，我哋今日就嚟寻找熊本熊之旅，出发！第一站就嚟到呢一度，呢个系茶碗蒸啊，好靓啊！佢食完之后咧，只碗仲可以拎埋翻屋企噶，试下啦。未食已经觉得好滑啦啲蛋，因为佢系用熊本县嘅蛋嚟整噶。Uncle Tetsu 的 cheesecake 不用多介绍啦，去到日本一定要吃，一定要买。呢度有佢期间限定的熊本红烧啊，望下，辣咗个熊本红个样上去嘅。一咬落去咧，佢嘅香味已经喺我嘴入边融化。试下抹茶味啦。佢中間咧，嗰啲牛乳咧係用熊本縣嘅牛乳整噶，茶味好重喎、哦。可能因為咧佢哋係賣開茶嘅飲品關係啊，所以佢個茶味超足，好味，呢個好食啊！而家呢一個就特別啲啦，叫鐵觀音喎、哦。咁樣甜品真係未試過。佢炭茶嗰種咧，一定會堅中意，好清香，係清幽添啊！覺得佢仲有呢個 Creamier 嘅雪糕啊！我恨食咗好耐噶啦，哇！佢個甜度係～如果是分嗰啲等級咧，佢一定是 3.6 以上或者 3.8 或者 4.0 嘅牛奶味啊，超滑超濃啊！佢個皮咧係白之戀人嗰種質地個皮咯，有少少甜甜地，同個雪糕係超夾啊！熊本熊是日本，梗系唔少得壽司啦！我唔客氣啦，我唔捨得食佢啊，太靚啦，實在。佢嘅感覺咧，有少少似嗰啲日本嘅三文治啊，壽司三文治，飯團嗰一種咯，入邊有三文魚，面頭有紫菜芝士，辟中田英壽嘅酒。一支難求，而且好貴，要成10,000一支啊！但呢個包咧就係可以俾你淺嘗飲一杯，試下個味道噶。嗱，我今日咧就試另外一種啦，14代嘅本丸啊，聞下佢先。喺度同朋友嘆翻一個晏晝或者一個夜晚，呢個把酒談心真係一流啊！頭先食咗咁多嘢，仲飲埋sake，而家帶你哋嚟買油、醋同埋酒啊！呢度有超級唔同多嘅口味，可以試啱中意先買。仲有咧，佢有好多唔同 size 嘅樽噶喎，你今次買完之後咧，第二次洗乾淨翻嚟再買過，夠曬環保啊！